棒球棍来砸的。 叫干冻菜，他们叫贡菜，那是莴笋吗？我觉得是莴笋。哦，来了，耶！哪个是苦瓜的？这个是苦瓜啊，好喝，很清爽。 香水柠檬果然是很好用的一个，这长度毛好大啊！这个是炸鸡，还好吗？站起来，我感觉我还没有咬到，越煮越那个味道越浓。没有看过。你呛到了。哦，这个肠好好看啊。 这是它，汤汁吸完的。我觉得它里面就是一个土豆丸子啊。它就是牛奶啊。我靠，你还给它比个 OK？ 行吗？有点恶心，这个样子。OK， 你吃吧。啊，我吃了。 吃了，我觉得那个。有人要吃米饭啊。嗯，这个辣肠好吃。小周推荐不会不难。
你知道这个叫什么吗？ Lotus root， 莲花根。